寻一座僻静的山，一条遥远的河，也许还能再见旧时故乡。顺着炊烟飘来的方向回家，与伙伴嬉闹，在田野种歌。吴乡是烟火气息堆积的地方，人间五味烙印之深，直至今日想再去试探。川味第四季，群山之后，五味乡愁。天宫山深处传来了我们最熟悉的童声，四年级学生向思林明年将去镇上念书，放学路上的嬉戏和收获将不复存在。思考着这些，向思林偶尔会有苦恼。顶仙村以向氏族人为主，祖辈300年前移居到此，寻到了僻静而丰饶的宝地。在农人心中，这一亩三分地是一份底气。孩童们天真爱玩闹，向思林因为一个小小职责没有留恋玩耍。周末到了，在镇上读书的哥哥姐姐都会回来，一家人的晚饭将由他负责。你们好久回来哟？好久回来。今晚上弄好的菜来？吃遍地。对厨房中的一切早早投入兴趣的向思林，已经与山中的各类食材相熟，与家里的小小厨房相知。因为我爸爸他们每天都得前头干活，不是的话就急破产悲惨，每天都回来很晚。我看到爸爸他们太辛苦了，所以我想把他分担一下，所以我就给他们烧洗澡水还有弄饭。农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向思林很快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家常烹饪。爱好做饭的孩子对烹饪的理解是朴素的。手法里没有复杂的烹饪技巧，将自己认识的食物烹熟，以求温饱的生存技能。一道道家常风味都看似平平无奇，但好像就是暗藏着一种力量，能让一家人在辛劳之后尝到满满的幸福。家庭烹饪其实并不困难，但每一餐都记录了一次真心付出。妈，你好久回来弄花生了？我饭弄好了。我没喊出来。啊，真的吗？或许有些时候，
外人看到的身不由己，可能是一个家庭强烈的向心力。父母归家，今天捕到的鳝鱼由母亲烹调。与竹笋简单会炒，就是一道属于周末的特别加餐。哥哥姐姐从镇上回来，相思林有团聚的喜悦，还有去镇上念书的期待。家人们相互慰劳，期许未来。被食物和爱包围，是最朴素、最真挚的快乐。又到了插秧的季节。秧苗吐翠，随风摇摆。此刻，大地最生动的面容在田园显露。每年此时，雷祖成总会带着家人往田里投放一些鱼苗。新一批小鸭子也将进驻这个生态家园。来，等到稻花香时，为饱收稻谷和鸭蛋，鸭将转为圈养。用盐水浸泡，鸭蛋将变成咸鸭蛋。鸭蛋在香料秘制的泥浆里翻个身，裹上泥袄，再披上糠皮外套。这是咸鸭蛋更隆重的版本。鸭蛋华丽转身，被制成皮蛋，一些地区称灰包蛋。你是拉回去吗？放在这儿？拿去走。还是放在客厅一点通风的地方好。俺过年就来包，他一年是不在这儿呀。哪儿哦？他过了没年来。你上午来了就等一下。行行嘛，加工了下午来，买点早上来。不用打电话就见。唐宇是一名电焊工人，十年前从母亲手中接下专做灰包蛋的小店。这家店已在这老街上屹立37年，每年端午都将制作上10万枚。灰包蛋的灰需要父母和妻子在乡下长期供应。灰内有乾坤，稻草烧成灰，再加石灰、玉米杆灰混合拌匀。最后加盐以及茶汤制成泥，能赋予鸭蛋错综复杂的风味。一些人认为它是初代分子料理。打开皮蛋，蛋清嫩脆，蛋黄糯香，配上鲜辣的烧辣椒，淋上秘制红油，是当地常见的吃法。皮蛋对川人来讲还是一种端阳美食。当食物滋味足够强烈，自然会更难割舍。芒种时节，一种白色的野果变山坡，黄毛草莓在西南山林中常见其踪，果实小巧，口感酸甜，果香味浓郁。这种野生草莓
是李翠英的法宝。采摘这种野果的初衷是为了给外孙制作零食。一位顾客的建议让他决定将零食改为店里的时令特色，清洗沥干后做糖渍处理，加面粉和匀，在锅上烙成松软可口带有微酸果香的小甜饼，既富野趣也有童趣。说什么？不要再想着泡面，我得好多了。还可以。李翠英总是乐于找丈夫尝菜，这次也不想她错过这一份山林清新。甜不甜？甜甜甜，好吃的很。这叫什么歌？我要在哪儿吃这的？从三间老旧的瓦房，到雅致明净的屋舍。李翠英与丈夫一同深耕山野，以山林食材、乡土烹饪，将农家乐经营得有条不紊。怎么样了？啊，那就走去吧，走去走去哈。爷爷。贷款修建新房后，夫妻二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美食理想。以前这个地方很落后，我们只是听我们老人说，种胡麻都不长，就说明那个地的皮都没发了。当我嫁到这儿的时候，就一条沟草里都没得人烟。后头慢慢慢搞旅游过后，这些人都开始往路边上搬迁了。那最快最好是2008年以后灾后重建嘛。即将步入天伦之乐的光景，却出现了一些变故。丈夫不慎受伤，需要休养。给你们看，你们尝一下是吧？哈，新鲜的，哎。会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。他都将独自挑起家庭和餐馆的重担，要管家的，管孙孙，管好几岁老母亲，真的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家人我就相当的困难。我们家也晓得的，这些困难在我的心里来说都不算困难，我认为都会迈过这个坎儿。今后就作为啥子，不断的提升我的技术，我看些书，我就自己在我的基础上调节一下嘛。夏至，长江支流的秀水河中，一种神奇的鱼儿正在洄游。试图寻找产卵的最佳水域。桃花斑，纹理仿若光影折射所作，因似桃花色彩的斑纹得名。十三位，马克。于敏是一名护河人，他每年都会跟随当地水务部门拜访这个种群，对他们开展详细的普查统计。这种鱼群数量小，是珍贵品种，肉质极其鲜嫩。但今天被捕捞的鱼儿们，却不是被呈上餐桌。十年禁渔，休养生息，生态需要得到修复。90年代初，城市餐饮开始兴盛，河鱼数量锐减，靠捕鱼为生的渔民只好外出务工。10年前回乡，成为了维护河道环境的河长。当初捕捞的记忆可以用来保护鱼群和水系。承包了小鱼塘后，渔民盘算起了养老生活。如今人们食鱼不再靠河水送来的缘分，人工养殖之下，人们获取新鲜鱼十分便利。
于敏今天要烹制一道菜，叫大肉黄辣丁，这是一道罗江传统名菜。前些天于敏刚在一次聚餐上尝到专业厨师所做。五花肉与黄辣丁同烩一锅，猪肉释放的油润同酸菜的酸香，将鲜美的鱼肉烹得恰到好处，演绎出和谐的香鲜滋味。每每尝到喜欢的菜，他都会复刻一番与老伴分享。吃饭啊，老板。一荤一素，平常却从不将就。白露至，秋收忙。九月的成都平原，良田中的稻谷等待人们采收。传统的人工收割，农人要与扎手的稻叶较劲，还要与炙热的太阳对抗。今天，现代化设备的进驻早已让平原上的广大农民从这项苦差中解放。遗落在田地里的稻穗颗粒为鸭子们备好了户外野餐。春日里的小鸭秋收后雷组成会让他们重新回归田野。过去的职业赶鸭人会沿着稻谷成熟的区域迁移，赶着小鸭出发，让他们以田中剩余的稻穗为食，享用着秋收盛宴并长大。他们的粪便又成为了稻田的养分。在推行环保的今天，不在田间焚烧秸秆，农家烟囱里升起的炊烟也愈来愈淡。稻草与鸭子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。九尺镇早在上世纪就被誉为板鸭之乡，经过香料浸渍的鸭肉香味饱满，挂晾去除表皮水分后，鸭肉更加紧致。稻草中似乎蕴藏着玉露的香气，微火烟熏中慢慢沁入。熏好的鸭需要再次经过挂晾风干。老姜、花椒、辣椒等多种香料熬出的老卤汁加入，能在板鸭的风干本色、烟熏渲染之上。卤汁赋予其红亮姿色和香甜嫩绵的风味。这是母香，这是酱香蘸菜多啊，一只碗面子。汁美肉嫩的卤鸭如今方便携走，让故乡滋味能多陪伴远行的人们一程。农家最常用蒸的方法来加热熏鸭，油脂溢出，香气弥漫，咸咸中带着卤香。
从小满到中秋，雷组成的稻香鸭已经成熟壮硕。在团圆之际，犒劳一家的餐食中自然也少不了自家肥美的鸭子。熏鸭原本是方便除毛，燃烧稻草的熏香却成了农家鸭肉独特的风味印记。爽，四公里外，娘家的田地是李翠英造位的大后方。春夏是山中来客的旺季，深秋和初冬便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试菜。山外人慕名而来，是为尝到最地道的农家风味。顺应时节，李翠英还是用她最熟悉的三餐四季来装点新家园。对李翠英来说，全心全意将农家乐经营妥善，才是眼前最好的出路。要以烹饪技艺安身立命，非专业出身的李翠英不甘桎梏于农家灶台上的经验。造位数年，他总是在田间灶头往返，换新盘中美味，变着花样诠释乡野食鲜。那你自己做的东西，我尽量自己做，采集我当地的蔬菜、当地的食材，用我传统的手艺、多年的那种经验，给顾客呈现他们最喜欢的东西。这个冬季，女儿和女婿决定回来，充当母亲的左膀右臂。
因为我女儿的明年比我更还更是一筹，她创新嘛，就是我用古老的弥补她，给她一些传统的一些东西充分融合，我们就是一个很完美的。小一个，说婆婆晚安你，来拥抱一个，哎呀，拥抱。有了家人的相助，他有了更多时间感受自己期盼已久的天伦之乐。孩子偏爱的食物常被长辈们用作安慰或奖励。今天，他要做一道外孙最爱的腊猪蹄。火腿腊肉用柴火炙烤，外皮能瞬间释放腊味甘香，沸水冲洗，肉质舒展。炖猪蹄搭配上腌萝卜卷和冻豆腐，满满的幸福暖意，老少皆宜。我不晓得，我有一种力量，反正再大的困难，受再大的阻碍，但是我是千方百计把它完成了。我也想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就完成的事，只要我有这个信念。最怕的就是我的这一股信念了，我就办不成了。有时候，维持平凡，抓住稳稳的幸福，已经是一种旅程。记住没？记住没？跟我说的，记住没？走过漫漫长冬，春天如期而至。回声到护河人，渔民目睹了山河的幻变。环保治理一点点还与河道最天然动人的面貌。身在大美田园之中，渔民深知生态和谐来之不易。许多走出乡村的农家人，半生拼搏，有喜有悲，回首时都难掩对故乡的眷恋。老家的厨房有着最熟悉的灶头和案板，似乎在这里才能烹出一家人最惦念的味道。烟火风味，满屋飘香。家常菜式，或咸鲜味浓，或酸辣爽口，做法一直烂熟在脑海，滋味也一直印刻在心。锅中沸腾的总是人们最熟悉的家常美食。对许多家庭来说，不管生活怎么前进，备好丰盛的菜肴才是最美满的象征。趁着家乡举办油菜花节，城里的孙二回来，一家围坐，团圆的欣喜就已成为这一餐最重要的滋味。中国人用数十年的时间就改变了过去数千年的农耕格局。回首望去，每一个时代似乎都在为未来种下新的乡愁。或许乡愁是时代向前不可避免的产物，或许乡愁在这个时代最好的回音是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